嗨，听说政府要执行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令，是叫什么 PDPA 啊？是啊，这个凡是你有收集个人的信息，你客户的，然后呢，你以为你是个人，就不用尊重，不是的，个人或者公司，你都要遵守。那这不只是要尊重和保守那个身份证或者 NRIC 而已吗？那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实际上在2014。政府已经实行这个 PDPA 法令了，不过呢，一直到2018年，Singhealth 集团被触犯了法令，那罚了100万。在2019，政府呢就更严格的执行，当时在9月1号就规定，公司不可以收集个人的这个身份证资料。然后到2020年就严格执行，在今年就是2021年的2月，政府已经全面的在执行这个 PDPA 的法令。哇，听你这样讲，好像有很多东西要去学，还有去执行啊。对，这个很多公司都以为啊，那只要简单的遵循几条法令，不要收个人的 IC 就没问题了。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。那我怎样可以多了解这个关于 PDPA 的要做法呢？哦，你这个问得太好了，我们正好要准备开课，然后来教导我们的企业家们来怎么样遵循这个法令。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，以下的这个 QR 码，然后呢，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。好好，谢谢你，我就扫这个 QR 码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